喂，十三妹呀！啥人？别，没事。你小点声！哎呀妈呀！给谁打电话？不，外人，没事，外人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十三妹呀，那妹夫在这呢，你别着急啊！你过来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好，好，好！哎呀，他马上就到了。给谁打电话？我也不怕。哎呀，对对，不怕，不怕。就这样的啊？对，这样其实好啊，我才不管。死哪儿去了？还住在门口等我吗？是。去哪儿了？然后跑这儿凉快来了。对。找死啊！兄弟，该你了，上。不，下。你下哪儿啊？你下。下面有酒递给我。啊，对。对对对。你不能走这份子，你这样。这劲儿差点过。我们家事不用你管。肥了，给我坐下！你们仨没事，站着。哎呦我的妈！把我支了这么点。哎，我天！哎呀！你坐下。今天我借着这点酒劲儿，我跟你说两句心里话。妈，天天打我，你不打我，我打谁呀？哎呀，咱俩结婚20多年了。我了解你，从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遇到一点事儿吧，你就打我，我习惯了。哎呦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其实，你说你不打我，火不往我身上撒，你出去对外人，那得得罪多少人呢？那人家得多恨你。你打我，我不恨你，我习惯了。媳妇儿，他们不理解你，我理解你。我是不是说错了？你说的挺好，挺好。老公，我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窝囊废，扶不起来。今天我发现了，你这是心中有大爱呀。老公，我错了，我改，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。老公，你说你也有不顺心的时候，我怎么没见你发过火啊？谁没有脾气呀？我说吗？说。前年，咱家马桶碎了。你不是说大老鼠的时候碎的吗？踹碎的。这得憋多大委屈啊！就是。去年，咱家插几腿儿不是折了一个吗？那不是修电灯泡的时候踩折的吗？我踢折的。这都跟谁呀？这都是。今年。等会儿。今年咱家电视掉地上，是不是？我摔的。你不是说是隔壁装修真的吗？我差点跟人邻居打起来呀。你后来不是打了我一顿吗？妹子，你可太不像话了。姐，我知道错了。老公，以后再怎么生气，别砸东西，砸我。为啥呀？那东西不都是钱买的吗？彩礼呀！行了，别说了，大伙都
下，我说两句。媳妇儿，你坐这儿。老公，你坐。都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说十三妹，我坐这儿不合适。你看看，妹夫对你多好啊！我说十三妹呀，这一个家庭为了和谐呀，咱们做女人的不能太自私啊！我们呐要考虑丈夫的感受。说的多好，就怕做不到。给。哎呀，等我回家好好给你道歉。哎呀妈呀，你别打我就行。走，咱回家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了算呐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你说呢？听你的。回啥家呀？都几点了，在这吃呗。行，姐。好，哎，妹夫啊，别把姐茶几腿整折了啊！不会的，姐，我就看会儿电视。哎妈呀，别给家的电视再砸了！我们家没电视。那个，喝这么多酒，我上个厕所。对，对，哎呀，去吧。哎，你别把人马桶踹了啊！那个，你跟我去看着他，拉倒吧，你去看他，我看老米。那我看谁呀？